特别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看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是什么境界啊？阿弥陀佛自己说的，绝对不是假话。下下品往生也是阿惟越智菩萨啊，这就是告诉我们，哪怕你不到极乐世界啊，只怕不去，真正到了极乐世界最低的品位，到那边去，你的享受，你的智慧啊，你的神通道力享受跟七地菩萨一样。这个法门叫难心之法。真难行啊！啊，但是我们相信，佛不打妄语，佛不说假话，佛说的肯定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真干，那你就真的得到了。这个机会，不是千载难逢啊，千载时间太短了。彭吉谦居士告诉我们，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我们遇到了。啊，武则天给华严经做一个开经记，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今天遇到了。啊，如果当面错过，那你真的是大错了啊！啊，特别是我们看到现前灾难这么多，啊，学佛的同学明了啊，心里有数啊，灾难怎么发生的知道，用什么方法化解也知道，啊，可是成这个殊胜的缘分。我们抓紧念佛往生极乐世界，那就更殊胜了啊！那今天的环境啊，帮了大忙了。不是，没有这个环境，你还没发心，对这个世间还有留念，这环境现前知道了，留不住。身外之物一样留不到，连自己身体恐怕也保不住。趁这个机会走多好啊，两三年的时间足够了啊！古今许多大德给我们做了证明所以要用戒定慧观察一些法不生执着重要啊！啊，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做起。啊，学释迦牟尼佛，一切随缘，饮食起居，人家供养什么就吃什么，不要执着，不要分别。啊，从这个地方下手啊！啊，自己的饮食起居。随缘啊，不要求任何人，随分过度日啊，老实念佛，这比什么都重要啊！这叫真修行啊，真正的没有执着心啊，对待一切人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六合敬也真的可以得到落实。